乜料乜事我都唔知啊，喂，睇住先好唔好？睇住先，我研究一下先，我揾个靓位企。蛋哥，蛋哥唔肯喺度。喂，未知咩事啊？未知咩事啊？攞把遮佢先，好卵大雨啊！屌，喂，唔知啊，唔知啊，我都想知啊。发生咩事？未知，未知。系啊系啊，唔知咩事啊！而家我搵个，我行出去先，又大遮啊！我几捻叻？咩位置？呢度系长沙环，唔知边度咯，是但啦。总之就唔知啊，唔知仆系乜嘢。前面 MTR， 我唔知呢个边度嚟噶。蔬菜桶營署附近咯，要行翻埋去啊！哦，好啦，咁我哋行翻埋去啦。Hello， 咪未知咩事啊？我都小肚落緊雨啊！喺後面有班類似 CID 嘅人入咗去啦，我見到。佢入咗去呢个嘅呢度系咪蔬菜桶营署啊？我估系啊。头先嗰个司机哥哥同我讲话，话咩咧？话菜篮咯，菜篮系咪啊？系啊，就系、是、咁样咯。哎，佢收咗啊，收咗啊！佢揾個逃走路線啫嘛，我揾阿司徒啊，你等等我啊，佢逃走路線啫嘛，逃走路線要喎，逃走路線，如果你哋想認就可以入。出就唔喺度出嘅，出就唔喺度出嘅，出喺嗰邊出啦。兜個圈咁樣出咯，係啊，但係你哋唔好特登走路。我重組案情啊，原來係咁嘅，我都唔知。所以你哋一係就跟，一係就其實冇嘢影響落噶嘛。唔要啦，唔要啦，目標濕曬頭，好，係咯，翻工坐都冇機。旁邊嗰啲哥哥都話咧，部機濕曬，因為落雨啊。呢個第一現場啫嘛，其他啲唔使啦，逃走路線要喎。嗯。喂，我呢啲人都係首先都唔做逃走路線。聽埋先。咩事？我問一下啲。我試下問一下啲警察叔叔先。你好啊，我想問一下咧，發生咩事啊？新嘅事我都唔係好清楚，我都係奉命落嚟做交通嗰啲嘢。哦，好啊，唔該你。係啊，咁都奉命落嚟做交通啲嘢啊。我再問一下其他人先。拍戲應該就唔似拍戲啦。佢話係可以入去影嗰個唔知咩路線咯，咁樣咯。睇下先。因為剛才有觀眾跟我說話有很多在這裡樣咯，好大雨啊，好大雨啊，好大雨啊，超大雨，超大雨啊嘛，可能是啊，是啊，因為他們都揸著機器啦，在這裡有沒有著雨啦，我打遮啊，好似有啲串啊！我掉啲遮。我好惊我支嘢会坏啊！其实不过唔紧要，我遮鸠住佢先。系啊，好乸大雨。大快活女子膊头死亡，我就系喺大快活女子喺度喺度俾人膊头。我有大遮咯，系啊，好乸大雨啊，系。我都冇谂住佢咁大雨，系嘛？点解知佢无啦啦咁大雨咧？
Hello. 因為隔離嗰啲影相哥哥啊，或者攝影師哥哥咧，都係抹緊部機啊。係啊，咁就轉頭先問下佢哋咩事。問 P P 係啊，你想知問 P P 後邊？呢度係長沙灣啊，長沙灣。係入得去啊，但係佢話嗰個 P P 後邊話兜個圈啫嘛。好大雨，O K 我大遮啊。為咗條今年冇一條人命，即係嗰個大快活嗰、那個嚇、啊，其實。真係一條金鏈咋咩？淨係搶到條金鏈咋？地雨而家細雨咗少少。睇咩？冇我行下街啊嘛。我頭先啊落嚟接唔撚到的士啊，黐撚線！我先等我勁撚耐的士咯，之後上咗架的士之後，嗰條友唔係嗰條友，係個的士司機問我：你識唔識點樣行？我話嚇唔識喎。之後唔知兜咗外邊之後，我話我其實我啲趕時間咁樣咯。佢喺個電話度不停問人點樣去咯。冇啊，其實佢哋我見嗰啲應該係大台嗰啲嚟嘅，嗰啲攝影師哥哥都開始走啦。大金今年就算啦。如果問行家，如果問中 TVB 咁點算啊？警察又出 live 啊，咁撚勁嘅咩？我有帶遮啊！係啊，個的士司機唔識路啊，之後就佢係打電話問人路咯，好奇怪咯。之後佢打電話問完一輪之後咧，就佢話哦咁樣，聽到個哦好。之後咧就應該係電話條友叫佢用手機導航啦。有啊有遮啊，大雨啊係。因為頭先有個觀眾叫我過嚟望下嘅，咁就過嚟望下，搞幾個鐘啊，真係㗎。小心胡椒，我有戴手袖啊！系咪真系冇嘢睇噶啦？系咪睇完噶啦？我啱到啫，好似有啲唔抵咯。搭咗24蚊的士落嚟，话晒，唔系系廿七个几的士落嚟。咩事？好似系之前咧大快活嗰、那个乜？哇，好卵大雨啊！唔好意思，黑警个 live， 俾翻的士钱你。喂，唔系咁唔抵噶嘛？系咪先？还反正落到嚟等我阵啦。好借啊！我借俾你啊！唔使啦，你去影啊！唔使后面仔。哦。Thank you。吃饭先，唔食住哦。反正嚟到等多阵啦，好嘛？反正坐20几蚊的士过嚟啊嘛，大佬啊。
有冇隻水鞋帽啊？等多陣啦，反正這個位置有瓦遮頭啊，這個位置有瓦遮頭啊。觀塘啊，蛋糕好像不知道是不是在去呢，這個位置有瓦遮頭。做了長沙灣好導遊，好導遊啊，自由收工，今晚打幾碼，可能啊，看看怎樣先。冷霜風，現在這麼冷熱，揼下雨不是更好嗎？我不是，之後我跟他說我有些趕時間，然後呢他就不如你找個第二架的士這樣又去買根菜先走。什麼事好像是之前大快活個阿姐被人剝頭啊，之後帶翻咪重組案情咯。講完今日冇跟住我，觀塘會唔會去？蛋糕好似去緊喎，唔知係咪喎？一滴雨都冇，但我呢邊又細雨咗。好似蛋糕去緊觀塘，好似。女人不受得寒，我不是普通的女人来的嘛。影天光是着数一点的，但是我不会啊，影多阵啊，看他们出来啊。观塘我应该不去了，应该蛋糕去了。应该蛋糕，我看到后面还有摄影师哥哥在这里。去大快活影下，大快活是哪度大快活啊？女人中的男人，小心地滑，不怕的。這個位置有瓦遮頭的，這個位置是遮住了。是啊，搶今年的單，吃了夜未吃了，剛才跟蛋哥出去吃了。猜我是誰呢？是那個那天幫我鋪濕紙巾那個，是不是？即是昨天，我今天有沒有去？今天去了哪裡？昨天和你lunch那個嘛。發生什麼事？好像是這個的之前大快活被人剝頭那個咯，被人剝頭那個，而家好似翻嚟重組案情。啊，估啱啊！成日都見到你。有冇著雨褸？有遮。你部電話點防止整濕？冇喎。我知 stabilize 濕曬，我翻到去唔知道用唔到，用唔到啊！真係冚得啦，真係有。他們都走了，最熟悉哪個區，區區都不熟悉，最熟悉是自己家。識不識至尊寶？識啊，回家要人，家不用住啊，做了這些東西重要。吃了蘿蔔味，我不喜歡吃紅蘿蔔啊，除非是那些炆到好腍嗰啲咧，嗰啲我就中意食咯。炆到好腍，煲湯煲到好腍嗰啲，羅宋湯嗰種我就中意食咯。喺醫院死咗，係咯，為咗條金鏈啫喎。好似細雨咗喎。聽日去邊區未知。捞出个新闻应该重组完，我啱啱见到入咗去嘅，佢哋会唔会出翻嚟噶？定系佢哋喺后门走啊？有后门嘅么？你好。黑警收咗 live， 哈哈。Hello， 兔仔会唔会食种啊？系嘛？呢个种子，我唔食入边嚿肉，我有。
我阿媽包嗰啲粽咧，我都係我阿媽唔會包嚿肥豬肉喺入面咯，後門走咁撚串。有後門嘅咩？我先講咩啊？我阿媽包緊嗰啲粽，通常都係入面係有粒瑤柱喺度，而唔係嚿肥豬肉咯。黑警都開 live， 應該打橫出嚟。喂喂，少食啲紅蘿蔔，啲蘿蔔好食，紅蘿蔔定白蘿蔔啊？唔中意食牛肉，好肥，啱啊！阿奇有冇出？唔知發生咩事？發生咩事？之前大快活個阿姐俾人剝頭，然後就而家好似帶翻我返嚟重組案情啩，勁好食！打機打機，我睇下今晚有冇腳先。如果冇腳玩，我覺得玩 Ada 好嘥時間。呢度係蔬菜桶營處。Hello 入去行下，入去行下，係咪入得去㗎？其實菠蘿蔔好入味，冇渣，麻麻地食蘿蔔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嚇！咁夜仲開住嘅咩？咁夜有人嚟買菜嘅咩？入面好多老鼠，好多老鼠就唔入去都唔得。嚇！警告人靠作，唔知道入唔入得去㗎？會唔會好似果欄咁樣㗎？呢度？人人都入得，哦，人人都入得噶。咁夜都仲開嘅，但係咁夜有人批發嘅咩？出面都好多老鼠。我就是得我一個咯，係啊，得我一個。而家仲有啲隔離啲攝影師哥哥，有邊個門口？琴晚睇心心係兔兔定蛋蛋？多數係我咯，蛋哥都有嘅，蛋哥都有搭啲嘅。冇事就收 live， 但我想睇下佢出嚟係點樣喎。你唔想唔想睇？我想睇啊，嚟緊。其實可以走啊！可以睇佢出嚟喎，你睇下先。哇！呢度幾撚大喎，原來成個機場咁樣。而家冇落雨喎，去咗後面。係啊，成個機場咁啊！呢度大佬，食咗嘢未食咗啊？得你有驚唔驚？入去就唔驚嘅，但我驚有老鼠啫。走曬係咪真係走曬㗎？我落緊你落嚟做乜嘢？暴徒暴徒係我啊嘛！我講嘅我講嘅。嚇！做乜搭的士落嚟啊你？
都已經離開，我見到後面仲有啲攝影師哥哥喺度啊！我想睇下喎。唔係，係我嚟噶，我嚟噶。我妹呢邊出嚟咧，其實我唔知道，我見到攝影師哥哥仲喺度。再望多下先，都仲喺度喎，都仲喺度，應該會喺呢度出嚟嘅，我估。唔使驚，你老豆叫你翻大家樂咩？咩大家樂？發生咩事？好似之前觀眾話係之前有啲咪有啲私隱先。之前大快活有個阿姐俾人剝頭，咁就好似話翻嚟呢度重組案情咁樣咯。其實我都唔知係咪噶。啲老鼠人咁大，唔撚係啊嘛？有三個門口，真的，我第一次是這裡的。我之前去了那個什麼東西，我知道這裡是近了一個不知道什麼法院附近，我去過那個法院之後，但是這裡我真的沒去過。你好誇張，這件事跟社會事件有沒有關係？應該就沒有了，我估。哇，我看到一個警車在這裡，不是豬籠車在這裡，有豬籠車在這裡，很搞笑的，那怎麼辦啊？不要迷路，請問什麼事？之前哇，說到幾時了？有沒有人 有沒有人可以 copy 多次出來？有沒有試過上 call？ 我有去看人上 call 咯，睇人上 call 之前，我有架車出緊嚟喎。之前蛋哥帶我去過，係咯。出緊嚟。我哋行埋一邊先，有知好危險噶嘛，係咪先？點知會唔會撞鳩死我？呢度。好像近過頭啊 ！PTU boy 啊，依家偷財，偷財啊！可能有變聲，哇哇！頭先佢呢啲叫咩啊？呢啲佢刮撚到個地下喎，個地下有冇事啊？唔知走咗。應該在度入，應該入邊刮到個地下喎，咁點算啊？咁你望下，唔係啊，揩到個地。咁點算啊？會？哇！頭先好大聲啊，成個下到。我哋睇下個地下有冇受傷先啊！地下受傷好撚麻煩噶嘛，係咪先？你睇下地下有冇受傷先。哦，個地下係冇事嘅。個地下冇事嘅，係啊，冇事嘅，冇事嘅，冇事嘅。乜嘢事啊？哦，咁佢哋走啦，应该系咪？黐捻线，好好笑啊！因为狗多太嘈，地下內傷啊，炒底啲叫做。個地下冇事啊 ，OK？ 阿Sir揸車唔使你教，唔好意思啦，我對唔住啦，阿Sir。哦，咁佢哋走咗啦，係啊。
咁就到呢度先啦，應該都冇人影啦。好啦，咁拜拜。